是哺乳动物，中等体型，生活在非洲、阿拉伯半岛、亚洲和印度次大陆的陆生肉食性动物。它们同属于一科，那仅四属四种，可分为两个亚科，猎狗亚科和土狼亚科。体型呢，似犬，长颈，后肢较前肢短弱，躯体较短，肩高而臀低，颈后的背中线有长鬃毛，牙齿大，具粗壮的锥形前臼齿，裂齿发育，臼齿退化，颌部粗而强，能咬开骨头，猎狗体型较小，特别是我们讲的是条纹猎狗，体型比较小，全身布满条纹，多为独居，依靠发达的嗅觉呢去觅食腐肉。那么棕猎狗体型就比较大了，分布于非洲西南部海岸，常到海滩寻食螃蟹、鱼等。斑鬣狗呢，仅见于非洲，体型较大，成群猎食，除食腐肉以外，还能捕食羚羊、土狼。土狼为特化的食蚁动物，它主要分布于呢非洲、阿拉伯半岛、亚洲和印度次大陆。